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我们的玉慧姐姐呢，在切这个生日蛋糕啊，这个是七月寿星的生日蛋糕啊。本人我就是七月的，所以这个就是我的蛋糕，是吧？是，我也是七月的啊。对对对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生日快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还找你一天哦。哦，真的哦，你七月九？对呀。哇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，你也生日快乐哦。谢谢，我们大家都生日快乐。许凯，你不是吧？我好，他不是。对，你总不是的哈。好了，我在这边等，我就看哪一个人先来领我们的生日蛋糕。哦，我在这边等。然后这次的蛋糕是我们的寿星在切的，我们的玉慧。哎，还没有人过来，许凯，你是不是讲的不够大声啊？没有人过来愿意吃。哎，他们在干嘛？为什么那么多人聚在那边？餐盒。餐盒，餐盒那么多。哦，好吧。是哦，哎，天哪，真的没有人要过来吃，还是我去喊一下。我再去喊一下好了。好好好，你帮我。好。Hello， 大家可以来吃生日蛋糕喽，已经切好了。没人理我哎，好吧，默默再走过去。大家可能都在忙了。哎，真的没人要过来吃哎，大家可能都怕胖吧。太可怜了。哎，一会我们真的好可怜，我们的生日蛋糕没人来吃，没人要捧场。没有人要捧场。对啊。怎么呢？这个月还订特别好的。这个月还、啊、这个蛋糕多少钱啊？这个蛋糕一天打折完差不多一块1500。天啊，这么好蛋糕竟然没人来吃，好吧，那我们之前都1213有了，有了，秦轩跟冰淇淋公主来捧场了。感谢你们，欣维，谢谢你，感谢你们来捧场。这个是我跟玉慧的生日蛋糕哦。谢谢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。还有泰伦的，泰伦就是今天啊，对，阿伦的，不是今天，这个月。好啦，那我先就到这边啦，大家有来领的，有来领就好了。